野入埋，第八場再次三番之二咪入曬入隨幾步啊！準備，準備。好，一呢步嘅時候咧，出得快啲嘅咧，應徵彈出嗰分咧就你輸我意嚟嘅，中華寶貝都快嘅，之後跟住再慢慢一路走嗰條欄喎。快欄嗰邊就心聲啦，我當埋緊你哋有緣人啦，人者全心啦。後一陣要馬香江穩定威威觀勝啦，然之後就大隊回身威龍。飛位置理想回報是暫時然後夢幻天使啊！好啦，跑四百米到啦，咁前面咧戴緊頭就錄音風彩啦，中華寶貝逼住佢，哎呀，你知道要走三條啊！然之後先見到仁者全心有情人啦，萬能嗰邊就摘心星嘅，過嚟馬位之後咧，先係香江穩定嘅白兆內檔咧，威威歡聲嚟嘅，然之後就有新威朗，飛三運至鐵蘭大聚會，飛子咧就理想回報包緊你同埋夢幻天使，佢哋前嘅馬咧第七個買到嘅。跟有黃遠灣嘅時候啦，咁呢個時候李子佢騎多兩步索性擺難添嚇，獨住喺第位中華寶貝嘅陸恩風將守翻個第三啦，然之後衝出外檔咧，係咁執上嚟有情人啦，並出大外檔咧就香港穩定嘅埋藍就集心星嚟嘅，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前面戴緊頭就李子佢睇走唔走啦，中華寶貝上嚟逼佢咯，內檔上緊嚟嘅馬咧就陸恩風彩集心星啦，掟出外檔上嘅馬人者全心大外檔嘅有情人啦，香港穩定嘅，佢就快嚟快上前面仲係李子佢仲戴緊頭啊，後邊啲跑住只只都攬嘅啫，外檔拉緊咗只香港穩定中間上嚟人者全心啊，過咗第一名咧李子佢一直頂到尾啊！第二名嘅姜韻啲香江穩勝啊！第三名成堆馬喎，哇！仁者全心啊，扎心兵都話幫嗰堆嚟噶。同翻住李子佢好精彩嘅發揮，呢場中間決定咧做啱咗啊！結果帶動翻嚟睇嚟就贏噶啦。不過外檔冚上嚟咧，香江穩勝嚟嘅第三名仁者全心，第四扎心兵或者出邊嘅理想回報，扎心兵第四得啦。你知我意，佢都有啲被逼，但係佢又決定係啱咗，佢做啱個決定啊！佢三點啊嘛，係啊，佢唔賣你就輸緊嘅，冇錯啊！十二四區，哇！不過嗰對腳好惡搞喎，喂大佬，係咯。四號跑第二啊，十二號最後嘅獨贏咧就只得翻十倍。哦，今晚暴達你起碼喎，咁啊四搭十二嘅連贏位一百七十倍啦，咁啊結果奇寶敦攞第二啊，都冇，但係都冇用啊。哇！香港運勝，冇話即係咁樣跑嘅，係咯，另外接喎，嚇又跑翻草地好翻啦，好過泥地啦，而家又唔係因為呢場慢飛艇啊，係佢開頭都係呢啲路程起家，阿力叔今日起孖，犀利喎，哇！四 V 佢犀利袋咧係得 win 嘅咋，啊冇第二嘅，四零零部隊嚟嘅，好犀利，冇第二，冇第三。啊！全公營，唔放手嘅。不過呢場咧，唉，我嫌阿達金星咧跟過佢，點解跟咗落去？因為只李子我要吸翻埋嚟啊嘛。咁只香港只因為陳振鋒啦，陳振鋒彩係貼欄嘅，一公彩就俾佢吸埋嚟。不過係噶，即係你係嗰十二同埋一雙比，我點解揀十二咧？第一，你有幾多件陳振鋒都成一場阿包飛啊？花田都唔可能阿包飛啊，係咪？咁你只十二啦，長期跑一次唔明，真係好犀利啊！呢啲馬匹係啊，信保啊，佢當頭起，當頭起咯。你六品風彩始終都係，其實佢都係，佢咪係四番上嚟嗰啲馬嚟。冇錯啦，因為你而家即係你咁都仲要讓佢十幾磅，不過都係啊。呢啲位馬主咧又換咗呢件彩衣咧，又係唔同曬。開完皮好容易跌，又跌啦，入面唔知幾多皮咁啊！全部養啲咁準嘅喎，個馬匹都係啊。你知我心都正㗎。好啦，睇呢個暫定派彩啦，第八場啦，暫定派彩第一名十二號李之愛二到人派彩一百零五個半，位置派彩三十三蚊。第二名四號香港穩定位置派彩八十三蚊。第三名二號人者全心位置派彩七十一蚊。第四名十一號集心星連贏位四號香港穩定及十二號李之愛二派一千七百二十九個半，三重彩順序十二號、四號、二號派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七蚊，三支二、四、十二派九千四百四十二蚊。第一人第二半個馬位，第二第三一條頸位，時間一分十秒三百。位置嘅四搭十二派四百六十個半，四搭十二派四百六十個半，二搭十二派三百一十八個半，二搭十二派三百一十八個半，二搭四派九百一十六個半，二搭四派九百一十六個半嘅。交成三揀一 A 三小皮勝出派二十三蚊，交成三揀一 A 三小皮勝出派二十三蚊嘅。好啦，啊，快速小跑過啦，小快速要搞陣啊，保持交線啦，翻到嚟即係一派彩。就是老兵转的那个。
杭州区。杭州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起收费广场，现时出入新界的交通较大致畅顺嘅，最后请谨记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雷霆881一马当先，跑马力万强，开马十分报道。好啦，咁啊，尾场赛事咧就结果你知我知啊，就叫到我就走咗去见佢一啖气顶到翻嚟，不过咧整个翻嚟啦，啊，翻紧个网室啦，都仲系要等啲气。好啦，有咯喎，都有啦，嗱嗱声抽低咗先好，一直升底啊。好啦，咁啊，先睇呢个四连环派彩先，4/24/12/10/10派彩4/28/4连环咧，4/11/12派9/28/4同彩彩对啦，12/4/12/11咧就派。41,349元嘅四紅彩順序，十號四紅要十一號咧就派到541,349元嘅。好啦，換咗莫成泰嘅又大開啦。總結嚟講，佢好似又得唔到冇十萬嘅。哇！咁樣紅低，佢一十幾上嚟咧，攞命啊！嗰個十九小板都多嘅，冇咗莫成泰，十幾紅咧，都係咁。83元，第三名二號忍者全心位置派彩71元，第四名11號摘金星，連贏位4號嘅香港穩勝集12號嘅李之愛二派1,729.5，三重彩順序12號、4號、2號派47,363元，單支2、4、12派9,442元，位置標4/12派460.5，2/12派318.5，2/4。派916.5嘅，咁啊至於四連環各方面啦，2、4、11、12派9,128元，四重彩順序12號、4號、2號、11號派141,349元嘅，咁啊剩翻啲彩池咧都有啦，啊等我嚟啦嚇，不如咧就先講第七號孖寶啦，第七號孖寶正上第七場跑第一名老馬，首翼搭到第八場跑第一名12號馬李之愛意，派255.5嘅，第七號孖寶正上六號波十二派255.5。方向第七場跑第一名六號馬首影搭到第八場跑第二名啊，四號馬香江穩勝咧就派209.5嘅，第七口馬保安慰獎六號過四號咧派209.5嘅。咁啊至於三寶啦，頭翻四次翻六，尾翻十二，派9,692元，安慰獎頭翻四次翻六，尾翻四，派4,096元。六環彩普通獎派15,777元，六環彩六寶獎咧就冇咁重啦。好啦，我今晚咧發現咧，其實一直在推嘅啦，我買啦。有着用法，一旦防止犯，唔使求助，要犯。
就兩個一，一盤四百，送杜文軒四隻一盤，歐百本怪之地道啦，中國文化為你哋生活導航，優惠就條款又抽，雷霆八八一新聞報導。時間晚上11:07，而家有短暫連播到新聞。上次九天民政府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不僅人口佔廣州省每日出行客嘅交通補貼，優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男士副產假加到五日，近幾日投資300,000盈利嘅利得税減半至8.25%嘅措施，以及非經常性開支小減一樣。6,800元，亦會加大基建投入資金嘅成本。明年底將位於沙田火炭嘅4,000多個商高單位轉為綠置居單位出售。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話：房委會將研究綠置居恆常化嘅可行性，但要避免形成市民輪候公屋嘅時間。佢就認為可以取得批出5,000個白居住名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晚上出席施政報告會時話：佢話明白市民對等人口佔車位比例嘅情況，會盡力盡早推行，但公營房屋仍然有撥作首置款，因為涉及公平嘅問題，作為大市民之後供應帶來耗費，所以選擇取態度表示土地。若社會早已面對政策問題，目前仲有供應目標，所以會首先深入中心多次嘅邊境，認真磨過社會平衡而想增加計劃嘅難度，喺全國進行。新政府上任以嚟已經馬不停蹄研究首次整嘅合資格水平，仲有細節需要做到保留。美軍再派遣軍艦訪入南海中國領海水域，進行自由入澳。中國軍方派出軍艦驅離，並向美軍提交撤離國務國美軍和星號發射及準驅逐艦。近日訪入中國中沙群島領海，中國軍方派出軍艦駐守邊度等國外艦，兩架歼十一 B 戰機同一架直八直升機緊急變制，對美艦進行警告驅離。發言人話：中國政府早喺1996年公布西沙群島領海基地，美方派軍艦再次擅自進入中國領海挑戰，侵犯中國主權同安全利益。本來中美兩國兩軍戰力互爭，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直至引發戰後事件。中國軍隊將針對美軍嘅一再挑戰行動，進一步加強海軍戰術戰績，提高防衛能力水平，堅定捍衞國家主權同安全利益。美國全國總統金正恩同中國國務卿王毅等外長都出席出席，同國家安全顧問金小時曾經提出，希望大幅增加美國嘅核武器，由目前約4,000枚等級，上調上世紀60年代標準嘅5,000枚。特朗普隨即喺社交網站聲明，批評全國廣播公司主席放鬆核武增加核武嘅報導未夠充分，完全沒做。更指全國廣播公司試點身價地位等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特朗普又反問幾時借合適時機挑戰呢啲報導假新聞傳媒嘅廣播牌照。呢節新聞報導完。天氣報告。受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天色普遍晴朗。此外，與低壓區相關嘅不穩定天氣正影響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同有一兩陣雨。聽日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大致天晴同炎熱，部分地區有天下。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此外，星期五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日東海東方風勢頗大，天氣較涼同有雨。現時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79%。財經 online， 美股道瓊斯指數報22,845.15點，納斯達克。
较少受政府在金融或政策上干预，全球有不同机构根据商贸自由度、政府政策、法制等指标发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理财基本法是由十一金融集团联合赞助播出。澳门金沙度假区呈现澳门升级热卖，客房及套房低至六五折，每晚都是港币698蚊起。你仲可以拣旗舰酒店澳门温莲之人，住上浪漫嘅澳门巴黎人等七大世界级酒店添。优惠截至20号，快打0018003378782预订啦！我想上网买嘢，但屋企冇人收货添。不如你试下用香港邮政嘅自由站自助领英贵嘅服务啊！邮件可以寄去你拣嘅自由站，放工先去攞。呢个服务冇额外收费嘅。点样申请啊？去香港邮政网页 www.hk 申请一个领取邮件编号，将编号加喺邮件上面，邮件就会送去你拣嘅自由站或者邮局噶啦。有啲网购平台仲可以俾你直接拣埋自由站添。会登凌绝顶。一覽眾山鳥，光明嶺，萬圍中無之境。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參與嘉賓就只能夠是一個觀禮堂的身份，最多俾佢見第一項目啫。所以無論在行政、立法同司法呢三個關係底下咧，就各有一個力量嘅。咁睇嚟今次起碼即係呢啲內容啱唔啱都好咧，起碼都嚟做翻啱先咯。咁啊，即係我諗喺用行動嘅。
話翻俾市民或者公眾知道啦，行政長官嘅身份咧唔係超然嘅，唔係超然於立法、司法或者甚至咧即係三權之上。我諗呢樣咧喺今次咧，我覺得成個事件報告，首先我會咧即係欣賞嘅情況，不過當然啦，欣賞完之後咧都會咧有唔同嘅睇法，因為咧我覺得今次嘅施政報告咧內容當然好豐富。但是我覺得呢跟住成日呢你見到嘅嘢呢係咩嘢呢，喺網絡上面或者係周圍嘅人喺度討論緊，就係嗰啲車費交通津貼點樣舐到盡。無論喺面書上面教你點樣整多張八達通，定係一日裏面走三次水貨，呢啲我唔會係詳細講嘅，因為我覺得咁樣係即係引教人犯罪或者教人呢攞著數。但係你見到就係、是已經少少的一個恩惠、你計一計數，其實大家都知道你要攞盡佢300元是很困難。咁但係已經引起咧，其實所有嘅討論咧就聚焦曬去曬咧呢個交通津貼度。而相對地其他咧，嗱，因為施政報告政策唔係淨係咧財政上嘅政策，仲有其他好多嘅範疇裏邊咧，相對地咧個注意力或者嗰個討論咧就少咗啦。如果你見到咧，就係成個咁樣嘅即係施政報告咧，用嗰個策略咧，同我哋以前喺香港或者中國咧，即係所謂啲官場管治方法咧，係好清晰嘅。我哋將啲小恩小惠派出嚟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咧就大家都可以集中望住曬呢啲小恩小惠。最麻煩嘅咧就係施政報告究竟有冇嗰個 vision， 有冇嗰個願景？如果大家去睇一個即係預算案施政報告咧，喺某一啲即係交税嘅群體咧，你都會聽嘅講法嘅，如果我要跟交税俾政府，然後政府只不過係用退税方法俾翻我嘅話咧，你不如一開始唔好收我就算。所以好多中產嘅朋友同埋好多即係比較做生意嘅朋友咧，都好憎咧，就政府你將一啲錢咧派翻俾佢啊，退税啊，又或者嗰啲福利政策做翻出嚟。所以中體嘅或者其實大家都話，即係做咗咁耐人，或者即係俾人管治咗都十幾年啦，都回歸咗。所以一定要去睇就係個政府有冇喺呢一年嘅表現。又或者寫得最得意嗰份政份咧，第一屆嘅特首嘅施政報告。嗰陣時雖然大家對董生即係點睇法都好咧，佢啲局長咧真係個個都猛人嚟嘅，即係你民政事務局揾藍鴻鎮等等所有嘢，你都係揾最 top 嘅嗰年嘅人才入到去個政府嘅時候咧，你發覺成個施政報告佢每提一段咧，就大概咧就俾緊即係幾億嘅資金出嚟。典型嘅就係喺施政報告入邊第一屆就講即係做呢個優質教育基金。短短五六隻字，其實講緊嘅就係50億嘅資本，但係佢成個手段都會講緊就係一開始成個施政報告點樣睇咧，就係董生佢當其時點樣睇回歸之後佢嘅施政理念，佢講嘅嘢咧相對超前嘅，雖然佢到最後係咪落實到就唔知。咁但係未來之後嗰幾屆嘅特首咧，你會發覺成個施政報告咧就越縮越細，好似係啲部門報告咁樣。尤其是去到第三屆特首嘅時候，第二屆特首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係將一啲各個部門嘅小政策綜合咗出嚟咧，就好似係一份施政報告。嗱，今次呢一份嘅施政報告，林鄭月娥出現呢份施政報告咧，你睇翻出嚟入邊嘅內容咧，都係有少少當年嘅意味，就好似每一個局字俾submit上嚟，然後形成一停小嘅政策。但是他前面那段和他那個引言呢，就正正給了大家一個很得意的講法。因為那個得意的地方在哪裡呢？其實我你說他的 vision 呢沒有呢，我就認為不是的。因為呢你看到他在那個引言部分呢，其中一段呢，他很強調呢是要改變了以往對人不對事這些作風。那段呢你可以如果抄得到呢，你可以呢朗讀出來的。因為我覺得呢，你去了解這個施政報告的理念或者那個叫做 vision 呢，你一定要從這一段開始。因為這一段呢就代表他從前一任呢或者前朝啦，我們用這個中國的字眼呢，是要劃清界線或者推倒曬所有之前的一些政策，而作為一個呢重新的開始。那段的四隻字一開始呢就夠搞鬼了，那四隻字叫用人為財。首先你寫得出來的第一句就問你難道前都幾屆不是用人為財？咁啊，呢個講得好清晰嘅。新一屆政府咧就重視公共參與與民共議，以確保施政嘅過程入邊咧吸納社會各界嘅意見。
去到最後一句咧，就係、是、我要求各個政策局奉行廣納賢能為人才是用嘅原則，只要誠心有能力嘅人士咧，都可以吸納成為政府嘅一份子，為政府出謀獻策。換呢句咧，其實聽起上嚟咧，就大家都覺得就係即係阿媽係女人一定啱嘅嘢。但係其實政治或者喺個政策文件上面咧，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呢？就係你寫嘅時候咧，你係可以選擇寫落去同埋選擇唔寫落去。我哋成日話一啲你一定啱嘅句子，或者基本上唔會錯嘅嘢咧，你寫落去本身就代表咗個意思出嚟。嗱，我哋喺咧廣告翻嚟之後咧，我哋逐句咧睇睇佢呢部分咧，究竟佢嘅 vision 係乜嘢啊？笑傲江湖，光明頂。岭南万应止痛膏，用途广泛，功效好。而家时间11:23，天文台网站最新显示室外气温系29.3度，相对湿度77%。周居云浪腰酸背痛，岭南万应止痛膏，我黎耀祥都话好。有你支持 ，Wonder Woman 再度出击。有健身 ，AIA 呈现杨千嬅3/21高演唱会2017，反应热烈，加开27、28号两场。永救撲唔到飛嘅樂迷，票價288至788，聽日上城市售票網去紅館力撐 Wonder Woman， 致力為亞太區提供最佳地勤服務，全靠你哋啦！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HAS 現正招募巴士駕駛員同機場工具駕駛司機，要發揮所長，為機場出一分力，加入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HAS， 人工高，福利好，長工設有新人獎，短約有約滿酬金，氣氛可得啦！即打2928-0770，2928-0770應徵啦！亞環一起一落，市場一升一跌，全面緊貼金融動態，捕捉每個投資先機。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分分秒秒财富增值。财经全方位由 AIA MPF 双打策略联合赞助播出。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包围中。林鄭月娥咧就行政長官就發表第一任施政報告啦。咁頭先阿馮司政咧，你就話睇到嘅 vision 即係願景，我就唔同意嘅。啊，呢個雖然我認同呢份施政報告內容係一件事，但你話佢冇願景咧，其實係有嘅。係好簡單，其實大家睇翻咧，一嚟咧前言新的開始呢四個字，即係好似星球大戰。如果你睇有睇1970幾年嗰集《A New Hope》。得呢個撩哭咧，你諗下，記當時嘅銀河係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比克姆治呢個邪惡嘅帝國咧，就去統治。嗯，所謂革命軍或者叛軍啊，呢個利亞公主嗰班人咧，就要逃走。逃走嘅時候咧，就唯有派咗兩個機械人喺個 C3PO 咧，就去揾呢、這個將個信息咧，就要帶去揾呢、這個尤達大師。咁、如果大家睇得好，第四集《亂格》嚟講，不過而家個牌子就《亂格》，唔好理啦。喺當時1970幾年係第一集，佢就撩開，係嘛？新興嘅新興嘅，咁呢個新興講代表咩咧？係呢度正，但係佢話俾你知，當時係被一個黑暗嘅呢個黑武士去統治嘅銀行。我而家係有新希望，所以咧一嚟咧。個前面四個字新的開始咧，令我諗起就星球大戰啊！而家咧就銀河咧本來係俾呢個邪惡嘅黑武士統治，係而家利亞公主咧就嚟拯救啦。嗯啊，我令我聯想啊，林鄭月娥就係利亞公主。咦？你咁講完之後，我又開始好想睇份施政報告。嗱，冇理呢個係我個人嘅聯想，呢、這個同事實無關。我重新一次，呢、這個係我個人嘅星球大戰嘅一個咧，即係預期嘅啫。咁幾靚㗎啦！你咁俾完之後，我就開始唔好想做落去啦。嗱，OK， 咁我哋去到第五段咧，我要讀一讀啦，唔係好長嘅啫。強化管治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我們必須扭轉過往一段時間那種不必要的猜忌和對人不對事的風氣，竭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我承諾
用具體的行動與創新互動協助，而作為市民解決問題。後面有幾句不用理會，最重要是前面那兩句，是要扭轉過往一段時間不必要的猜忌對人不對事的風氣，是竭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而且那句就是那個哪種不必要的哪種是哪一個那種呢，所以其實如果你用中國政治去看呢，這一份文章呢，在如果放在國其實是會令到很多人頭痛的，不是頭痛，應該是上一任雙咗噶啦，應該是拉咗噶啦。咁但係好多真開正軌過，講嗰種就是不必要的猜忌同對人不對對事的風氣。如果你睇翻寫國內嗰啲痛，啊好啊，有冇？官方的講話都好呢，前朝的錯誤的，我們只能夠說怎樣可以在前朝的基礎之上去建築多一點。你看即是習近平他的所有講話呢，對於之前的任政府即使更新互動協作的原則為市民解決問題，如果上承翻成個上文下理呢，他即是說前朝那種作風要改變，不創新即是以往不創新，是互動，其實 上一任沒有互動到，只是他動他動你，同埋協作即是上一任呢沒有大家協同運作的原則，現在呢他就會用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你要留意呢，即中國人那種即政治的文章，如果你只是落到去那個施政報告裏面那些交通津貼怎樣計數呢，我想呢這些就是即柴米油鹽小市民的角度，但是如果你稍微看看他的前言，無論他的批圖即是他的題目新的希望，同埋去到第五段裏面短短這四五行字呢，你就見到他整個施政報告的立場和理念呢，就是要將前一任行政長官的作風或者行為徹底地推翻和改變，這個就是這個施政報告最重要的地方。11:30，雷霆881新聞報導。在楊書睇先報導新聞。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向北韓發出警示之後，美軍向北韓加強軍事威脅。美軍昨晚由關島派出兩架 B-1B 戰略轟炸機飛臨朝鮮半島東部空域，聯同南韓兩架 F-15K 戰機進行空對地導彈模擬射擊訓練。另外，美軍圖森號洛杉磯級攻擊核潛艇上星期六駛入南韓，輕上南道近海港前靠。消息話，美軍密歇根號俄亥俄級核潛艇將在週末停靠釜山港，屆時將會有兩艘美軍核潛艇同時在南韓靠岸。另一方面，部署在日本橫須賀基地的美軍密歇根號航母戰鬥群上個星期六起在台灣南部的巴士海峽到沖繩附近的海空域同日本軍艦進聯動武，令到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升溫，不獲普遍美國國民認同。美聯社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2/3被訪美國民眾指落不止特朗普令到情況惡化，只有少於10%的人支持特朗普的舉動。越南受到熱帶低氣壓影響，連日暴雨引發洪水，至今造成20人死亡、10人失蹤。重災區北部和中部地區出現大暴雨，局部地區降雨量達到400至600毫米，出現山泥傾瀉及泥石流，大量農作物和房屋被毀。
西班牙首相拉博於主持緊急內閣會議，商討應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危機。背後佢發表聲明，要求自治區領導人澄清是否經已宣布正式獨立。一旦確認，中央將會依據憲法條文介入，接管當地部分或者全部自治權。拉博於其後到國會致辭，表明拒絕同自治區的領導人對話，批對方蓄意製造混亂。重新加泰羅尼亞月初的獨立公投違法，只是一種滿足一小撮人訴求的手段，對其他人並無好處。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先已簽署獨立宣言，但昨日在當地議會表示決定暫緩幾個星期宣布獨立，尋求與中央政府對話。體育消息，在維園舉行的香港網球公開賽爆出冷門賽果，由種子美國名將維納斯威廉斯同 CL 種子波蘭的拉文斯卡都在第二圈止步。37歲的大威出戰比他年輕17歲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以5-7和2-6只留兩盤輸波出局。拉文斯卡出戰澳洲的斯托索，雙方頭兩盤戰成6-3和4-6平手，在決勝負的第三盤拉文斯卡崩潰，連輸6局8落敗。这次新闻报道完。天气报告，高空反气旋今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早有一两阵雨，日间大致天晴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反气旋会在明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最后一两日该区天气较凉。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周初风势颇大，天气较凉及有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